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最时尚的主持人高高，我是最洋气的主持人呼呼。你想和我们一样成为时尚先锋，成为时尚达人吗？那就快来参选时装表演的模特吧，你将成为超级名模，引领时尚潮流。超级名模？我要成为世界上最时尚的超级名模。对，就是你，别犹豫，快来黄鼠狼电视台报名吧，我们看好你哟。这还用说？我英明神武的胸大肌是什么人呢？那我现在就去报名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超级名模，什么才是引领时尚。去黄鼠狼电视台。师傅，你真的要去电视台呀？当然了，我可是未来的超级名模。小龙，开快点。哦，好好。在半路就解决你们。黄鼠狼？啊，黄鼠狼在哪？在哪儿啊？他们在后面呢。哎呀，小龙，快点开，快点开！收工工，他们想跑。想跑？没门！是啊，还是快点去电视台吧。嗯。瘦高高，我们又失败了。不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们快去电视台。这就是我梦想的所在地呀。你好啊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。啊，是吗？那你们可以带我去参加模特表演吗？嗯，当然。请这边走。啊，太好了。胸大肌，这次让你变成电烤鸡。真气派。捡到一块钱。请您进电梯。真不愧是电视台，工作人员都这么有礼貌。请问我马上就可以参加表演了吗？前面的两位朋友，你们好啊。胸大肌，你好啊。你们是胸大肌？你上当了。你就别去时装表演现场了，乖乖的跟我们回去做烤鸡吧。黄鼠狼，别过来。束手就擒吧。怎么停电了？熊大鸡，瘦高高，是我。
熊大鸡，别想逃！救命啊！原来是瘦高高主持人呢，请问时装表演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对，马上就可以开始了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想和大家宣布，这位呢就是我特意请来的超级名模鸡熊大鸡先生。熊大鸡先生，能透露点今天表演的节目吗？好了好了，演员快去准备演出吧。熊大鸡先生，你的好身材是如何保持的呢？多吃多睡。瘦高高，熊大鸡什么时候成了超级名模了呀？不这样说，熊大鸡怎么会留下来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抓住熊大鸡。哦耶！来的三展客们，今天的超级时装表演秀将由我高高和我呼呼一起主持，我们将带领大家进入时尚之旅，一起感受时尚的魅力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来参加我们的表演就抓紧时间吧。哇哦，熊大鸡参加的节目哎。这两个主持人好面熟啊。不好，是花鼠狼，熊大鸡和小龙有危险，我得去通知他们。现在有请我们的超级名模鸡，是谁呢？那就是引领时尚潮流的熊大鸡先生。哇，师傅果然厉害，一下就镇住全场。这套服装很有乡土气息嘛。熊大鸡先生有点怯场啊，那我们就来献丑了。我们是黄鼠狼 ，Rock and Roll。我们爱吃鸡肉，虽然从来没吃过。因此我们要奋斗，奋斗，奋斗。黄鼠狼爱吃鸡，黄鼠狼爱吃鸡，每天都像蜜糖，辣得像胡椒，鸡鸡鸡鸡，黄鼠狼总有一天会成功，黄鼠狼。奇怪，我觉得师傅很好啊。小龙，丁丁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是来告诉你们，那两个主持人是黄鼠狼。什么？难怪他们出师傅的丑。我们先去找师傅。师傅，小龙，今天你们是来看我的洋相的吧？不是的，师傅，那两个主持人是黄鼠狼伪装的。什么？师傅，我们现在就去收拾他们。黄鼠狼，你们的阴谋该揭穿了。居然被他们发现了。胖乎乎，你去拖住他们。我怎么拖呀？笨蛋，看来只能用我刚学的这招了，怀表催眠法。胖乎乎，看这儿。这是什么？一二三，你睡着了。一下就成功了。胖乎乎，我是黄鼠狼，我是黄鼠狼，我要吃鸡，我要吃鸡，吃鸡就要抓鸡，吃鸡就要抓鸡，鸡就在你身后，去抓吧。哼，你们别想玩什么花样，看我来收拾你们。吃鸡就要抓鸡。太夸张了吧。吃鸡就要捉鸡，糟了！呀，好强劲、好犀利的拳法呀！哼，原来是催眠术啊，那就看我的吧。哼哼。啊！哎呀，不能让胖乎乎听到铃铛声，他会醒的。胖乎乎，快捂住耳朵！别打扰我捉鸡！干呀！我这是怎么了？再接我几招！哎呀，妈呀！我懂！哇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快快
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云朵钻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哪里正待在鲸鱼